主料：鱼鳞125克，姜笋150克。辅料：香菇2朵，细盐、鱼露、色拉油、葱花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对姜笋、鱼鳞及葱花香瓜，汤锅烧水，将姜笋切丝，香菇切片，下锅微炒至2分钟，再出锅沥水备用。炒锅加油，将鱼饼切片，下锅煎炒出香，将桌沥好的姜笋丝、香菇丝下锅拌炒，加入适量细盐，加入适量鱼露，最后再加入适量葱花即可关火，一份有味的菇姜双丝完成。烹饪技巧：炒至姜笋丝的时候，可加入适量细盐桌至。在煎制鱼饼片的时候，要注意用油量，以量少为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